6, 7, 8。好了，这就是戴森落地灯 Dyson Lightcycle Morph。在这盏灯到实验室的几天里面，它已经出现在不少我们的背景中。其实啊，最近两年致电买了不少的影视专业灯，这些灯呢为了拍摄而来，价格都不菲。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爱投仕的 LDS300D 二代5580，经常会用在我们拍摄细节中的这个爱投仕的防水补光灯1249。这些灯啊都有同样的一个特点，它的显色指数 CRI 一般都大于95，亮度极高。比如说这个小灯的亮度啊可以达到4000 lux。 那这些专业灯光的加入才能一点点改变支电短片的影像质量。而这盏戴森的 Lightcycle Morph 落地灯也得到了我们后期工作流同事的一致称赞。这盏戴森落地灯啊可以提供 CRI 大于90的显色指数，而且呢最高亮度啊超过了1000 lux。 太阳光的显色指数呢是100，越接近于这个数值啊，光照的效果越自然，拍摄出来的色彩呢越准确。那对于一盏家庭使用的落地台灯来说， CRI 大于90已经可以用来作为护眼台灯了。戴森在这盏落地灯里面内置了3枚暖光 LED 和3枚冷光 LED， 可以模拟出 2700K 到 6500K 之间的色温，加上这个灯头、灯壁、灯柱都可以360度的随意旋转，很容易啊把光线精准的射向我们需要它到达的地方。在这个灯柱上啊有一个磁性接口，把这盏灯轻轻的推过去，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啊，灯柱顶端的顶板呢就会通过磁性自动的升起，提升灯柱的密封性，那这样呢连接处就不会漏光。这个灯管的材质啊是铝和聚碳酸酯的复合材料打造的，灯柱上呢还有16740个微透光孔，那光线呢柔和渐变，把一盏任务灯深深变成了环境灯。而且呢微透光孔啊还可以减少蓝光，光线呢沿着灯柱的铝管上下传播，即便是冷色温也是暖色的光线从打孔的金属灯柱洒了出来。戴森 Lightcycle Morph 是戴森创始人詹姆斯戴森的儿子杰克戴森领衔的作品。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啊，杰克戴森在伦敦组建了一个小团队研发 LED 的技术，回到戴森以后用了2年时间来开发台灯产品。杰克戴森呢在这盏台灯中植入了很多技术，几乎从技术角度做到了极致的水准。比如说这个灯光，那他通过灯盏内的七边形的反光壁的 PMMA 的柔光膜，把 LED 的灯光呢聚集混合起来，形成了一个单一光源，光线照射出来非常的均匀。除了亮度和显色度之外，在最高亮度的时候进行测试，光线呢达到了 AA 级的照度，而且呢它是低频闪。通过内置的环境光感应器，光源呢还可以根据环境的光暗柔和的调整，那为需要照明的区域提供稳定的照度。而这种稳定度官方宣称啊可以达到60年。那在灯身的这个部位呢有一个散热用的铜管，这个呢是来自于卫星系统的冷却技术，里面呢有一滴水，真空密封的铜管通过高效导热体和 LED 灯去连接，水啊在铜管里接触到热量之后啊气化，通过铜管散热冷凝，再通过毛细作用流回到热源处。正是这种铜管技术啊可以将这盏灯的照明保持60年。那戴森 Lightcycle Morph 照明灯还有一个黑科技，就是它可以通过蓝牙连接手机，可以根据时间、日期和 GPS 地点计算所在位置的日光色温和亮度，模拟日光照明。那戴森呢称之为智能日光追踪系统，光照条件不好的室内，比如说地下室，绝对是应该来上一个。灯上呢还安装了红外线传感器，可以设置为人到灯亮，人走灯灭。每年啊戴森都有很多研发项目，但是之前的产品研发呢其实都是围绕着数码马达展开。通过研究马达气流，它陆续推出了吸尘器、净化或加湿风扇、吹风机等等，那都是有着有迹可循的脉络。但是灯光产品啊则打上了杰克戴森的烙印，它追求的是极致灯光科技和美学的结合。那从实用的角度出发，融合了很多传感器和软件，最终去追求人、产品、环境的有机结合，让灯光随着人的需求变化。小程序、控制按钮，还有这个底座上可以充电的 Type-C 接口，都在述说着这是一个追求极致、充满了细节和关怀的产品。不过呀，
5990元的售价决定了这不会像吸尘器那样是一个走量的产品，它已经进入了轻奢和艺术的领域，可能也是这个产品走入家庭的最大障碍。那么日光算法、红外传感器和非常出色的照明效果，60年的照明质量，充满现代感、追求细节的工业设计，既可以当工作灯，也可以当氛围灯。那你会不会把这盏台灯放入到你的种草清单呢？我是小春哥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